너무 좋은데? 아니. 혹시 왜 사실을 저지르셨습니까? 여기서 거기서 이씨씨 이씨씨 IU 今日在 YouTube 频道更新一则两分钟的圣诞节前导片，并首次公开 IU 的个人卧房。但仔细一看，片名还特别注明“绝望片”，究竟是发生什么事？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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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对。你们中国人吗？아니야，我看过，아니야。나지금저커널얼굴이약간힙있잖아뭐야이거왜꺼져있어커널도커가안되는거아니야진짜预告实在是太可爱，片中 IU 展示房间里的装潢以及玩偶吉他，而 IU 身旁的这张床垫让眼尖的网友闻到了 Young and Rich 的味道，发现是来自瑞典顶级床垫品牌海斯腾，要价从2000万到1.6亿不等，而 IU 这张床估价1亿，让网友们相当震惊，纷纷表示好想知道上亿韩元的床睡上去是什么感觉。